队长，你这都看了一天了，他还没回来啊？哎，你干嘛去？跑步。喂，忙了一天还没休息啊？ 吃完晚饭，刚回来。你刚吃完饭，最好不要跑步，这样对胃不好。对啊，你得多注意点啊。我发现你们俩很熟啊。老朋友了，我认识500那会儿，他应该才16岁吧。嗯。时间过得挺快的。哎，你也该饿了吧？刚刚一直聊天，没给你点吃的，要不然附近……他们俩一起吃晚饭。 我就……刚好，我饿了。你不是刚吃完吗？运动完嘛，又饿了。那好，一起走吧。你刚刚吃什么了？这么快就饿了？我忘了。坐这儿吧。哎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椅子换了，要不您坐那儿吧。啊，好。你好，服务员。我记得你特爱吃辣，无辣不欢那种。对啊，越辣越上瘾嘛。那我就按惯例来点了啊。 小炒黄牛肉、金钱蛋、酸辣鸡胗、辣爆鱿鱼、麻辣小龙虾，变态了。好，啊对了，500，你能吃辣的吗？我特别能吃辣。不是你的胃能吃吗？没问题。没关系，我再点两个不辣的菜，醋溜白菜行吗？不用，我这个人不吃醋。不吃酸的，那这样，醋溜白菜不放醋，谢谢。 好，再看看。不需要，谢谢。哦，稍等一下，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了，你每次必点的剁椒鱼头。好的，请问三位有什么忌口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先生不吃醋。好的，这位先生不吃醋。三号桌，这位先生不吃醋。 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，你先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的肠胃炎彻底好了？啊，哦，你喜欢吃剁椒鱼头啊？啊，对呀，我爱吃辣嘛，从小就爱吃那个。你不吃酸的？吃的比较少吧。那你吃饺子呢，也不蘸醋啊？蘸酱油。 蘸酱油，那多难吃啊！我就爱吃醋，我吃饺子必须得蘸醋。哎，你衣服上有个东西，白的。没了没了。谢谢啊。好的，把资料马上给我发过来。OK， 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剁椒鱼头来了。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忘交代他了，不放香菜。没事，我挑出来。没事，你别挑了，我现在能吃一点了。以前在战队的时候，盒饭里只要有了香菜，你都不碰的。那人总是会变的嘛。吃辣的没变。对，吃辣的真的没变，我真的是从小就爱吃辣。原来，我熟悉的只是采访中的他。 真实的他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，我全不够清楚。醋溜白菜来了，谢谢。白菜放了醋，给您换一盘吧。不用，抱歉。我突然想吃了。
你又能吃醋了？尝尝鱼。哦，这鱼真的挺辣的。你真是比之前更能吃辣了。是这家吗？就是这家，没毛病。哎，队长，跑这么晚才回来啊，饿不饿？不饿。队长，我们刚点外卖，要不要一块吃啊？对，这附近有一家网红湘菜馆，他们家招牌就是剁椒鱼头，贼香。我不吃。好吃的，真的。好吃。我肠胃炎，不想吃我也没胃口。还有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鱼头了。你这个鱼头至于这么大仇吗？那咱还吃吗？吃啊，咱们跟鱼头又没仇，咱们早上远远的去你房间吃。你房间跟杂货铺似的，什么都有。我想吃酸的，有醋吗？有。太好了，一会儿往鱼头加点醋，酸酸辣辣倍儿爽。哎呀，爱卿，小林。林经理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哎呦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敢有吩咐。今天来呢，跟你说一下，昨天确实对不住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只有一个 VIP， 你们两个人我这很难办。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，我亲自去为二位又要了两个 VIP 座，就坐在我旁边。啊，不用，我跟我姐坐后面就行。你笑话我。就在坐 VIP 座位，这两个座位是专门为您和您的闺我姐我姐姐好，姐姐好。然后那个看着真年轻啊，不说我都看不出来你跟什么来的。我去，你拿点水。那谢谢您了，客气。昨天被你吓着了吧？有什么好吓的？你不觉得特过瘾吗？有一种你一招翻身，脚踩七彩云，手提金箍棒突然亮相的感觉。介绍这边，水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就放你这儿。您从这边，我请。哎，你慢点，没事，我这没事。前辈，你请，您请。前辈，干什么？我是傅静文，是 SP 的，我特别喜欢你。你好，我是他的经理，我代理商。你好，女神，我从小看你比赛长大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他的经理，我特别喜欢你。你是我偶像，我特别喜欢你。行了，你们还是要懂懂事，向总。爱情。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哎，你坐在哪儿啊？我在。我给他安排了 VIP 座位，就坐在我旁边。不用，你跟我一起坐吧。他应该跟我们坐一起。我正在邀请他做 SP 的领队，所以应该跟我们坐一起。真的吗？我还没有答应。行了，狗狗，你应该跟我们坐在一起。你本就属于这个圈子。行了，磨磨蹭蹭的，这哪像你啊？爱情，那我呢？你过来。向总，您说。爱情，这两年在你们公司怎么样？好，特别好，工作生活都非常到位。你小子跟我说实话。爱情是我铁哥们儿，要是有人欺负他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不可能，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，把他扼杀在摇篮里。放心吧，向总，有什么事你别瞒我就行。向总，你旁边座位要慢走，向总。是啊，来，是啊，时间差不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格斗机器人的粉丝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本次机器人格斗大赛活动闭幕式的现场，欢迎你们。今天呢，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年称霸整个格斗机器人圈的第一大战队 Solo 战队的三大主力。来，导播，请给他们一个镜头好吗？我们没有想到在多年之后还能够在这里看到曾经的 Solo 战队的队员们，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战队当中的唯一女操作手爱情也坐在了昔日的老队友身边。
这是意外吗？还是你们蓄谋已久的？谢谢。命运，这个呢都是命运。谁不知道我一直暗恋狗狗？是吧？认识。对啊，我也是爱情的粉丝，当初还亲手给他画过漫画。那么我想问一下台下的选手们，当时有多少男孩子的桌面是狗狗的照片呢？举手给我看看好吗？队长，要不我也凑热闹，举个手。算了算了算了。观众席上的朋友呢？你们有吗？有。你们怀念曾经那个时代吗？怀念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场内新一代的新生选手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。让我们一起向这些先驱者致敬。这什么？他们是中国机器人格斗领域的开拓者，更是中国机器人格斗联赛的领路人。他们率先将飞射米军用技术和航天技术运用到机甲设计中，使中国格斗机器人行业进入了新的次元。他们建立了机器人格斗大数据联盟，反哺科研，为中国科技发展添砖加瓦。他们也曾面对诋毁、质疑、冷笑，却无法磨灭坚持、热爱和梦想。十年光阴，初心未改，英雄从未远去，热爱精神，薪火相传。也许卑微生无畏，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这段时间真的很难忘，怀念吧。说实话，有一些。是。教练，谢谢，谢谢吴白，谢谢 Solo 战队，请坐。作为见证过 Solo 战队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人，我直到此刻也久久不能平静，请允许我卸下主持人这个身份一分钟，去感谢所有为机器人格斗事业燃烧过自己的领路人们，也感谢还有这么多后继者去传承 Solo 战队的精神。是的，我们此刻都迫不及待想要听 Solo 战队的成员们发言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还是你来吧。我别了吧，上去吧。怎么嚣张啊，又怕的时候啊。曾经战队的三大主力王浩、狗狗还有老韩同一天离开了。关于 Solo 战队解散的原因呢，很多粉丝都指责狗狗，可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离开机器人格斗的圈子，
就是因为狗狗曾经说的话。在我最犹豫的时候，狗狗就跟我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机器人格斗吗？因为在这个圈子里，不论立场，不分敌我，都信奉的是共享精神。电条用完了，另一队的哥们儿立马甩一条过来，气不够了，你的对手会扛着灭火器过来帮你充气。就算你的机器超重了，你的对手也会一边嘲笑傻了吧，一边也会帮你出谋划策，把机器改成标准重量。所以我无法离开，我无法离开这个破口大骂之后还会将互助作为最高精神的世界。不过说真的，狗狗，你真的不该被埋没。我已经有新的生活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啊？不是说了吗？我现在挺好的，工作生活都很顺利，就不要再劝我了。愣着干嘛？走啊。Hello。哟，刚才挺精彩啊。还行吧。接 SP 了，啊、哦！我知道你这两年挺冒头的嘛，沈哲是吧？幸会。嗯，哎，有没有兴趣加入 SP 啊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咱们以后就是对手了。嚯、哦，够嚣张！可以，年轻人有前途。前辈你好，我是九七前来 KK 战队。前辈好，我是周一。啊，我知道你们，好好努力啊！谢谢前辈。KK 队长，吴白是吧？你好，前辈。你小子现在都这么厉害了啊！王浩之前还动过挖他的念头，没想到被老韩抢。不过我就纳闷了，一财力还是口才，老韩都不如王浩，怎么就被老韩给抢了？咱就别杵在这儿聊天了。找个地方坐会儿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第一次来广州，谁做个导游带我们出去转转呗？吴白啊，吴白从小就在广州长大的。哎，我听说父亲会摩天轮，还挺不错的，是吧，队长？嗯，一起啊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玩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前辈，拜拜。咱走吧。走。走啊。哟，网上说那个摩天轮可是著名的求婚圣地啊。单身狗知道这些没用。喂，大家都是单身狗，就别互相伤害了吧。吴白也是单身吗？哎，对，文吴白单身啊，始终单身，万年单身，而且初恋也在，初吻也在，什么都在。不能吧，长这么帅还一直单着，我可不行啊。听到没，不姐夸你帅哎。男人靠的不是脸，靠的是技术。靠技术。靠什么技术啊？我刚说的技术是……我知道啊，操控技术嘛。走啊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
哎，爱情，拍张照吧。我帮你们拍。来，来来来来。站好了啊。来。来摆个姿势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再换个姿势。哎呀，周一九，今天来摆个爱心。爱心，对，别动啊。应该减肥了。哎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什么？五百，摆 pose。你放松一点。你再转过去一点，转，哎，对，抬点头。哎，你去叫他。不是五百，你都多大了？拍个照连 pose 都不会摆，你去叫他。这样，这个手，里面放松一点，小东啊，三、二、一，你看一下。我说你们都来了，拍张合照吧。快点啊，手酸了啊，我举着呢。五百，靠近点。来了啊，三，五百，你的笑自然点。来了，三，二，一。挑衅是吧？怎么样，接招吗？你们过来。我跟吴白到底谁帅？你多大了问这么幼稚的问题？你管我多大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我想想啊。想吃冰淇淋，你去呗，一起啊！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吃冰淇淋呢！真不去？我不去，不去，我就不……哎，去不去？我就是不吃冰淇淋。哎，刚才的照片发给我。什么照片？我跟爱情的照片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自己长得帅，想要照片我就给你，我不给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想要也不是不行，一张一百，三张给你个打包价，250，爱要不要？你这是跟我坐地起价呀？嗯。九七周一为爱敬爱敬，我拉了个群，你们自己把自己的照片认领一下。OK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行。我500块，够大方啊。行。帮你了。谢了，客气。谁叫你长得帅呢？我的冰淇淋呢？什么？
T， 我九七，我知道你周一。哎，你陪我喝一个啊，喝，你陪我喝一个，喝不了了。菜，还有我俩喝，咱俩 battle， 来。我还有一杯。嗯，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第一次到亚锦赛选手村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，他没穿衣服就来开门了，你被我妹看光了，他喝多了，乱说的。我怎么觉得你被我妹占了便宜，还挺开心的。你喜欢我妹是不是？我叫个车吧，把大家都送回去。嗯，好，那行，那行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你去我家，去我家，说什么话？大半夜让吴白去我们家干嘛？去我家啊？哎呀，你金牌还在我们家呢。原来家里金牌是你的呀？啊，人才！哎，算了算了。要不都去我们家吧，反正我们家就我和我妹住，没有别人。你们不跟父母住吗？原来我们两个人爸爸住，妈妈去世的早，住那种老房子，又没有电梯，又只有一间卧室。我爸把卧室腾给我们俩了，自己在客厅睡半辈子。前两年我妹自己贷款买了房子，让我跟她一起住，就是为了给老爸腾个地方。我妹漂亮吧？好看。人好不好？够不够义气？嗯。有的时候太过义气了也不好。当初战队解散，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所有人，尤其那个……叫什么来着？韩商言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一个大男人起这么玛丽苏的名字。我去叫车。嗯，哎，你都饿多了，出租车不愿意带吧？我来想办法。爱情，爱情。喂，威哥，是我，小白，给我辆车。你这大半夜的不给我回俱乐部，你在外面干嘛呢？明天就回去，给我辆车。地址给我吧，我让师傅去接你。挂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刚才有人聊起你，他跟我说你的名字啊，特别玛丽苏。你也是闲得慌，聊我干嘛？师傅，出发吧。等一下，我要喝水。我也要。我这里有冰镇矿泉水。谢谢。谢谢爸爸妈。师傅，走吧。斑马导航到江苏西路小区。
这么冷啊？坚持一下啊，马上到。我要吐了。马上到家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啊。不用换鞋了，我妹的房间就是那个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爸。收拾好。啊，好。先进去吧。你别撞了，我晕了。那个，娘，你不要再撞了，我以后要吐了。你妹怎么喝那么醉呀？见得起老婆，要喝点酒。都是谁呀？都是他一起打比赛的，有几个是他师弟。我先走了。别呀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基地在郊区那么远，别折腾了，在这凑合一晚上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跟谁凑合一晚上呀？爸，他们都喝多了，我也不放心啊。快去，把那几个醉鬼一起弄上来，去吧。还有几个？啊，爸，你别看他们都是男的，现在社会特别复杂，男的喝多了也是会被占便宜的。啊，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尤其是长得好看的男孩，被占便宜的多了去了。那几个好看吗？你一会儿看看。跳舞，扔那。这哪儿啊？哎呦，你这孩子身体素质不错啊。经常锻炼吧，就偶尔跑跑步。楼下还有一个，啊，尝尝吧。不是，还有一个。嗯，冷，他冷。哎，盖上盖上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孩子有点意思啊，眉清目秀的，长得真漂亮。哎呀。男生女相，男生女相啊，都有福气。到哪儿了？师傅，我家就在附近，师傅捎我一遍。没问题，麻烦你送他回去啊。好的，一定送到。你行不行？再喝一杯啊？上去吧，我有点冷。冷啊，嗯，冷你出来不多穿点，走。哎呀，吴白，我爸找你。嗯。叔叔，你叫我呀？哟，哎，来坐。我说你们这是什么聚会啊？啊，一个个喝那么多。朋友，我们见了一个很久都没见的朋友，滑梯。滑梯？滑梯也在？对呀，你认识的滑梯。大家太久没见了，然后一开心就喝多了点儿。你们这一开心喝的也忒多了啊！你妹妹都喝成什么样了？他们一开心就喝多了呗。
你不信，我给华铁打电话。喂。啊，华铁，你跟我爸说，家里这几个是不是你们一起打比赛的？华铁啊。哎，喂，叔叔。你们这是什么聚会呀、啊？怎么一个个喝那么多？不好意思啊，叔叔，我们这好几年没见了，这一见面就喝多了。本来要说去我家，可我家没地方，所以就到您家去了。我们都是一起比赛的兄弟，还有那个吴白啊，当初亚锦赛和爱情一起夺冠的，咱们都老实着呢。啊，你也没少喝吧？那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多喝点水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先挂了。你看是吧？爸，你不回去睡觉吗？我怎么回去啊？那仨都喝成这样了，晚上一吐血，你们俩顾得过来吗？可是这么多人，你也没地方睡啊。我怎么就没有我地方睡呢？您在这五百都不好意思睡了。我在这儿，你不好意思睡啊？我，哎呦，爸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给点私人空间好吗？你们这几个是战队兄弟吗？当然啦。家里那个金牌就是他的，里头的金牌是你的，啊。那行吧，那我回啊。那个吴白是吧？啊，那就麻烦你照顾一下啊。应该的。那我撤行吗？嗯。哎呀，哎，你等，你坐，你别站起来，你太高了。都别送了，爸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行了，慢走啊，叔叔。那个，给他们床头放点水啊，这一个个喝成这样。啊，好了，别操心了。留着点灯，要不然上厕所磕着碰着的啊。知道了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早点睡啊。哎。别介意啊，老年人爱操心。没有，你爸挺可爱的。啊，是吧？我这一身烤肉味，我去冲个澡，你帮忙看一下我妹。嗯。你回来了，真高兴。你是个天才。你要是不回来的话，太可惜了。这样吧。
悄悄告诉你啊，其实我想回那个圈子，很久了。真的已经很久了。三年前我妹决定退役的时候，我就问过她会不会后悔。她怎么说？她让我现在不要问她这个问题，过两年再问。她总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生活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他就是主动扛下了生活的压力。这个房子的首付和每个月的按揭还款都是他出的，他那个时候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忘不了格斗机器人，藏不住的。我陪你。干嘛呀？我要喝水。走，你坐那儿，我帮你倒。爸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要喝水。你快点给我倒水。你没事吧？水。你跟我说什么？三年前的那场比赛，你为什么要赢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为什么我所有的操作你都那么了解啊？因为我很了解你。之前你要不辞而别啊？因为我出国做手术。
哎呀，早啊，小金。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送早点。哎，你去哪儿放这儿？不是，啊，叔叔。哎呦，你还在啊？啊，那其他人呢？都还没醒呢？五点，正常人都不会醒吧？那行吧，来，咱们仨吃早餐。叔叔，我就不吃了吧。不吃怎么行？得吃啊！早餐特别重要。来，给你们带了一次性的牙刷，去刷牙，刷完牙吃早餐。啊。你们昨晚上都怎么安排的呀？嗯，我跟我妹睡的。睡哪屋啊？爸，你想什么呢？什么叫想什么？好好说，问你话就回答。我跟我妹睡的我妹那屋，那两个男生睡的我屋。那孩子呢？啊，他个大，睡沙发。啊，嗯。哎，小伙子，啊，刷完了没有啊？赶紧出来吃早餐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来坐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是哪人呢？啊啊，我身在广州。广州啊，那是好地方啊。哎呀，广州人爱喝茶。嗯，改天呢，叔叔带你去喝茶啊。嘿嘿，洋茶洋茶，你好吗？你好，你好。识点识讲啊。我说你这孩子不太会说话呀。你得介绍自己啊，叔叔都给你铺垫那么久了。我爸的意思是详细介绍。嗯，叔叔你好啊，我叫吴白，出生在广州，生活在挪威，读的是计算机专业，今年刚研究生毕业，现在准备回国定居国内。我的工作是……好了好了，这又不是相亲，爸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嗯，那行，吃早餐啊，这个生煎包特别好。嗯，哎对，叫那两个，赶紧起床吃早餐。这才几点啊？早餐当然得早点吃啊，吃饭赶紧回去。一宿都没回去，不担心呢？嗯，我都担心呢。知道了。啊，不用这，哎，一次性的东西还是少用的好啊。嗯，就用手，没事啊，用手。哎，生煎包你得咬一小口，它里面有汤汁儿，然后这么一嘬，小心烫。这对了，来，这给你。谢谢叔叔。什么时候出的国呀？我十几岁出去的。啊，嗯，在国外待了多久啊？我高中大学都在国外。谈女朋友了吗？暂时没有。那谈过几回恋爱了？没谈过。没谈过啊？嗯。那好，好。嗯，叔叔你也吃吧。哎，行行行行行啊，多吃一点啊。啊。那一包水吃完就大口大口咬啊！谢了，收留员。不用谢，谁让你们是我妹的师弟呢？师弟？嗯，我跟我爸这么说的，不然怎么收留你们？他醒了以后，多让他喝点蜂蜜水。好。谢谢。她是我亲妹，你谢我干嘛？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你干嘛？心里有我没有？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放。有，还是没有？如果说没有呢？不准没有。有，就那么一丢丢。那也比没有好。行了，快上去吧。别乱摸。走啦。嗯。拜拜。来静。啊。等我电话。Mm-hmm.
哪儿啊？啊，嗯，哎呀，我那个终于醒了。你在干嘛呢，姐？洗床单。床单前两天不是才换过吗？你有洁癖呀？被醉鬼睡了，能不洗吗？你也不知道给我换身衣服睡觉。家里那么多男人，怎么给你换衣服呀？男人？谁呀？那五百要给你的。五百？嗯，你不记得啦？照顾你一晚上，还给你背上楼的呢。你说昨天晚上五百来咱们家了？你真不记得啦？我真不记得了。他在我们家待了一晚上，还跟咱爸吃了早餐呢。怎么还跟咱们老爸扯上关系了？你求求我呀！你求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情况啊！明天要出门啊？啊，我要带新训营的孩子们去郊游。嚯，感冒药、创可贴、棒棒糖，准备的够齐全的呀。以防万一嘛。哎，你说。你这么一个优秀的选手，居然一头扎进了带熊孩子的事业里，干得那么无怨无悔的。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打比赛吗？那真的是不容易啊，没有人支持，没有人理解，所有的选手都是出于爱好，更谈不上什么体系化、专业化的教育了。所以，你想当这帮孩子的领路人？嗯。你不要看他们小啊，那说不定机器人格斗未来之星就会在他们当中产生了。真假？那能有沈哲和伍佰那么厉害吗？当然有。不过呢，就算他们当不成专业的选手，那这一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如果从娃娃抓起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机器人格斗的项目。迟早有一天，它不再会是一个小众的运动，说不准啊，还会有一两个孩子成为结构力学或者是材料学方面的科学家呢。姐一定支持你的事业，咱们说什么不能耽误未来科学家的培养。你说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嗯，那就请姐姐你帮我把那些碗刷掉吧。谢谢姐，没问题。小罗辉，你看，这是我设计的机械狗，我比老师设计的还好。怎么可能比老师设计的还好？就是设计的比老师还好。老师，你看这小刚这几天设计的机械狗，他说比你设计的还厉害。老师看看啊。嗯，动力平衡系统编程，机械骨骼组接与运动，动态目标物体跟随，这是小刚一直想解决的三个问题吧？老师，你就看了一眼怎么觉得？所以老师就是老师，老师是天下第一，不对，是天下第二厉害的人。那谁是天下第一呀？天下第一是你男神。我不是男神，我是你男神。不是我男神。蝴蝶，哎，你们不要乱跑啊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
喂，师傅。不好意思啊，艾强老师，我们的车出故障了。啊，车坏了？啊。那您今天什么时候能过来呀？哎呦，这今天可能来不及了。明天一早吧，明天一早过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好吧，没事没事。啊，拜拜。艾强老师，艾强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吃饭？嗯，你们再等一会儿，老师马上去给你们找吃的。没吃的了，我也没了。哎，要不我给吴白哥哥打电话吧，让他送你过来。对对，你快打。嗯。我手机好像没电了。啊？哎，要不我去接艾晴老师的手机？对对对，快去。啊。怎么样？很强。这个机甲跟我以前用的机甲攻击类型很像，但是攻击力跟操作性显然更好。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造型，因为够帅，够配我。性能设计和动力总成是周一做的。可以啊，周一，有点东西哦。没有，其实可以做得更好。能从沈哲的嘴里听到夸人的话，是不是感觉受宠若惊啊？没有啊，这有什么好受宠若惊的？你干嘛？走了？想逃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咱俩必须分出胜负，让全 KK 的人都知道谁才是 KK 真正的霸主。你还真是个向日葵。什么意思？给点阳光就灿烂呗。怎么样，机器还满意吗？有什么不顺手的地方，周一跟九七会帮你改进。没有吧，挺流畅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们不单看了你所有比赛的视频，了解了你所有的操作习惯和这个和什么，和你狂妄自大的性格呗。我们特地根据你的性格为你量身打造了一款机甲。那真是劳烦你们费心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感觉一股暖流直冲心田啊？我怎么感觉你们啊早就打我主意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一个最普通的机甲从设计到制作都至少一个月，更何况是这种为选手量身打造的特制机甲。准备工作做得早吗？那如果我不来呢？我知道你会来。套路套路套路啊。看来队长对你还真是真爱啊。那我谢谢他。赶紧的给机器人起个名字。通体灰白色，圆台形状，利用外壳的高速旋转来摧毁一切跟他接触的物体，我就叫他垃圾桶吧。垃圾桶？嗯。老大叫无名之辈就算了，老二叫垃圾桶。我可怜的孩子们啊。有什么含义吗？垃圾就要丢进垃圾桶里，我要用它把比赛场上所有的垃圾进行一个大分类。不愧是技帅啊，够狂。九七啊，尽快给他安排一个实际测试。好的。驱动部分还要再改一下吗？不用吧，虽然垃圾桶的驱动是一般，不过它特长从来都不是跑，而是让对手无处可跑。再说了，都有我的技术价值。
我在测试他那个机甲强度。嗯，给他加一个智能混控模块。来了来了来了！爱琴老师认识伍佰哥哥。静，谁啊？自己出汗了是不是？对啊，队长，想那么久快接，说不定抓紧有急事呢。你不接，我帮你接了。我自己来。喂。喂，伍佰哥哥，我是罗慧。你们在哪呢？我们在露营地这里，你快点来给我们送点吃的。吃烤土豆什么呀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去吧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你说这里面有什么？咱们进去看看吧。哇，有鸭子！哎，对。哇！我第一次见到真的鸭子。哇，好可爱。哇，你看，那只小鸡好可爱，真好可爱。啊，你看那只，那边还有黑色的，你看。哎，对，那只。哇，好可爱。站好，我好想摸一下。等一下，万一他们跑出来，就摸一下下。你看他们多可爱啊！难道你不想摸吗？嗯，就摸一下。你看那里还有鸡蛋，看见了吗？
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受人之托，过来送点吃的。阿青老师，五百哥哥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认识。那你们熟不熟啊？不熟。到底熟还是不熟啊？不熟。熟。不过慢慢就熟了。对，慢慢就熟了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们 KK 基地是不是就在这附近啊？对啊，就在旁边。哎，这什么啊？他叫无聊，是 KK 战队的管家。你们那儿的管家造型挺特别的啊。其实，你现在造型也挺特别。啊？我现在这样子是不是挺狼狈的？没有啊，很可爱。老师，我们饿了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对啊，老师，我们饿了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哎，你不是来送吃的吗？车子呢？既然受人所托，那我干脆好人做到底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啊。这数据看着还挺靠谱的呀。这还只是3D 预演，具体情况要看实体测试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要不你拿着遥控器，咱把垃圾桶开动起来，跑几圈看看。好主意，走着。喂，现在吗？行，知道了。谁啊？五百，让咱们给他跑个腿儿。周一，把冰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上，出发。好好好，玩好了，给大家变魔术。好，哎，你们都吃这个了吗？看，这个小孩。没想到 KK 除了在机器人格斗领域里面很厉害，你觉得其他方面的技能也是全面开花呀？行吧。但是呢，周一呢，厨艺像他妈妈，什么好吃的都能搞出来。97天天跟他混在一起，估计也学了不少。哥哥哥，这能吃吗？哎，小朋友，这还没有熟呢，没熟吃会拉肚子啊！先去玩一会儿，一会儿烤熟给你端过去啊。好的。来，你先吃个甜品。去了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就穿到这个里面来，厉不厉害？厉害呀！哎，没想到这个沈哲哄孩子倒是挺有一套的啊，特别是哄女孩子。看好了，哇，那我可要提醒我姐要小心一点。总之今天真的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们弄出来这么一堆好吃的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应该的，跟我不用这么客气。不不不，毕竟我们两个人也不是很熟，那该有的客气还是要有的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之前我是怕小孩子他们会有不好的误会，所以我逗你的。你这个人怎么总是这么认真啊？啊，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说话特别像个老干部。好吧。别动，
你不打算去清洗一下？算了吧，露营的热水都给孩子们用光了，明天回去再说吧。你可以去 KK 洗啊。我去 KK 洗。啊。KK 的浴室特别多，而且水温水压都很稳定。可是。我带你去。重逢是意外的收获，有好多话对你说，一开口却忘记了。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那一首熟悉的歌，它唱得多像你和我。我的福利家，你能听见吗？这颗心一直跳动着为你。是你，给你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门口了。谢谢啊。裤子有点肥。我帮你吧。我的福利家，你能听见吗？这颗心一直跳动着为你。是你最好的，我都想给你。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？要不要我去九七的房间拿件衣服？他的衣服应该比我小。不用了，这样挺好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就是无名小卒吧？带你参观一下。好啊，走啊。哎，这上面的记号都代表什么呀？我每去一个地方打比赛，就会留下一个记号。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
我还记得那天下了特别大的雨，我的遥控器掉水沟里面了，是你帮我。然后你还赢了我。第二次见面是在新加坡，那时候我们还碰到了一对小猫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当然，我还问你他们是兄弟姐妹还是情侣呢。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设计馆。比赛合影的时候我忘了带金牌，是你把你的金牌给了我。啊，到现在那个金牌还在我家呢。我知道，那天去你家我看到了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以后没跟你胡说八道什么吧？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害怕吓着你。你无论做什么都吓不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胆子大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两个人确实不是很熟，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你想了解什么？比如说你是哪里人，从哪里出生，在哪长大的。广州。我出生在广州，小学跟中学都在那，然后就跟我外公去了挪威，高中也是在那读。那新加坡分开以后你去哪儿了？做了什么？挪威。我回去了。后来为了完成我外公的心愿，我去读了加州理工，在洛杉矶两年时间我就完成了所有学业，期间 KK 北美分部也成立了，然后我们就飞到各地去打比赛，首尔、东京、温哥华、巴塞罗那，大半个地球我都飞遍了。后来 KK 中国成立，我又回到了上海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有很重要的人在这里。亲人吗？忘不掉的人。一个我喜欢的人。一个你喜欢的人。我喜欢你。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呢？哎，晴姐你也在啊？哈喽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嗯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可是狠狠的露了一手，做了好多好吃的，那些小朋友都开心坏了。不过其实也不算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九七也帮了点忙。说到这个，沈哲才叫一个鸡贼呢，就知道吃东西，也不知道搭把手，也不知道给小朋友们弄点什么吃的喝的，就带几个小女孩在那变魔术。他那魔术有什么厉害的？我觉得他要是愿意教教我，我也能学会，是吧？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不会的，爱情姐，谁叫咱们都是朋友呢，是吧队长？今天对了，爱情姐，我有个提议。哎，队长帮我拿下。我觉得吧，小朋友们呢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咱们可以给他们开个欢迎派对，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小蛋糕啊、小点心啊什么的，他们肯定爱吃。怎么了队长，嗓子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感冒了？周爷，倒杯水。哎，我没事，我不渴。可是我又不知道小朋友们到底喜欢。我渴。
啊，我厨房刚烧了水，你去倒一下吧，别烫着啊。我就想喝你给我倒的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去了。哎，这个周一还挺热情的哈。废话这么多。哎。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不用说对不起。队长，水到了。水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回营地了。我送你。水不喝了吗？哎，我到了，就送到这吧。嗯，明天见。现在已经是明天了，还真是哦。那就今天见。嗯，今天见。不过，好像没有人这样去道别吧。也是哦。那就我们现在暂时先分开，今天晚一点再见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回去记得把纱窗拉上，然后点个蚊香，这边晚上蚊子多。我知道了。你回去之后可以喝一杯热牛奶，这样对胃好。嗯。做个好梦。你也是。我们再这么聊下去，天都要亮了，还怎么做梦？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不要再说对不起了。KK 的队长，现在请你沿着这条小路原路返回，快回去睡觉吧。哎，不许回头。我们今天见。今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晚安。
望不到的，一个我喜欢的，一个你喜欢的人。你是不是福利家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因为福利家是我爸哥哥的女神啊。谁告诉你这些的呀？我自己猜的。我今天看我爸哥哥看你的眼神就感受到了，你一定就是那个福利家。一个小孩子家家的，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啊？快睡觉。我爸哥哥喜欢你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太好了，你快去睡觉。那你会告诉我爸哥哥你也喜欢他吗？这个问题，老师明天再告诉你。明天。明天你将会比今天更喜欢五白哥哥了。